Hello， 大家好啊，这里是 Gobo， 今天要来抽夜刀神的活动啊。那这次的活动比较特别，它没办法抽出一整只，属于是要用碎片去集齐。因为我是全图鉴，所以已经有一片了，那剩下的四片就要用抽的去把它抽出来。我的保底呢是156抽，看一下中途会不会提早出现这个炽月之风。那在开始抽卡之前呢，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自己抽了几抽才入手夜刀神哦，或是有抽到自己想要的四神。这次抽卡算比较佛系的，因为入手方式也比较简单，所以这边就比较平常心去抽啦，就看中途会不会出 SP 或是 SSR 吧。第一个是童男狗狐绝狗狐师，哦，邀请师，诶，又有一只，诶，现在是双胞胎啊。行云狗狐，这次中了两个邀请师，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抽吧。何かがおかしい。台湾か。最初はドイツだ。私の的はどこだ？结果抽了39抽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然后就已经得到了炽月之风。那这边呢，进行下一轮的39抽，接一个神，瓦老板，网狐，哦，出了个下载召唤动画，这次会是谁呢？第一个四神就出阿修罗，那我的加倍呢就剩下两次啦，看一下能不能在抽到炽月之风前把全部的加倍给抽完，感觉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接着来抽第二个39抽，看会不会提早出货。或是有其他的四神会出来。哦，黑了。来了一只妖刀姬，那加倍的部分呢，就剩一只啦。目前都没有提早出现碎片，已经100抽了，抽到现在已经112抽，那在8抽呢就必定获得炽月之风了，那就随意的划一个星星吧。雅天狗，男童，三星九命猫，蛙老板，又是一个蛙老板，也是三星的呢。那吊妹妹，三尾狐，哦，黑了黑了。来了一只慈木，哟，よろしくな。
已经出了第三个赤月之风，那这两个呢就可以集齐一整只的夜刀神。话说他的那个保底奖励还蛮好的，还剩下38抽，写一个刀。来了三兔、布古斯、拉奎、无言小生、宝石之女，又一个三星的丑女，瓦胡、又一个仙女，瓦胡、狸猫。诶，中了，他这个几率好像才只有1%，这样算是小幸运吗？那就不用再多抽那几抽啦，算是提早出货了。这边总共抽了132抽，比预期早了一点，这边就可以做个召唤了。那抽到重复的还是可以吃技能，那就按召唤吧。入手了吸血鬼帅哥夜刀神了。好了，那这次呢抽卡比较佛系一点，下次就是要抽灵验机了。那本期的抽卡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也欢迎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